黑就是黑，白就白，那就没有灰色地带。收光一亿制作费，蔡淑臻《剑士二》停拍。他体内另外一种不明的化合物，必须要查出来到底是什么。哇哦，充满悬疑又紧张的 CSIC《剑士英雄》好看到出第二季啦！从去年五月开拍，预计会有45集，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！而且还找了剑士专家李昌钰博士一起来尬戏，声势十分浩大呀！我真的蛮期待的，我们这一季应该可以拍得很棒。不管幕后或幕前的演员们都为第二季下足了功夫。我最近都在闭关。要练歌，那制作人不凶。不过听说制作人顾超不止很凶哦，还有读者爆料顾超我行我素，是外行领导内行，让整个预算爆表哦。现在第二季才拍了12集，已经花费了1亿元制作费。在去年底喊没钱而暂停拍摄，不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，还有2个月的去年薪水还没领到。顾超坦承有这回事，但解释预计3月会给完全部的薪水。关于停拍，是原本就规划好分2阶段拍摄，现在会先把拍好的12集剪完，并好好检讨预算，预计6月就会复工啦。最后，他强调自己拍戏是用电影规格在做，成名之后就会证明先知总是寂寞的道理啦。一周刊 ，OK， 就先让超哥。寂寞寂寞就报道。